主料猪蹄一个，辣椒四个，辅料糖三克，盐二克，姜蒜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食材猪蹄、辣椒、姜蒜。猪蹄用高压锅压熟，起锅切片，锅中放油，放糖炒出糖色，肉放锅中炒，放姜蒜盐调料，放辣椒炒，加水，生抽了竖起锅。烹饪技巧，猪蹄要用高压锅压熟，小火慢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